随年纪慢慢的有点长大，但他们一直都非常纯真，非常可爱，也非常感谢，感谢大家都一直支持他们。欢迎回到特教班，表演的是摇摆牛仔，请掌声鼓励。你们在给人的印象，除了骑着高悍马之外，身上还有什么特别的造型呢？牛仔帽、长靴子。现在请特教班的同学上台，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——摇摆牛仔，掌声欢迎！特教班的小朋友，一个动作都练习好久好久，所以对你而言，也许很简单的一个扭臀摆腰，他们都练习很久很久，想要的就是要给你看到最好的表演，所以你会的就可以跟他们一起跳，会一起唱。接下来我们